高雄古山区临海二路有一栋屋龄51.8年的老旧华夏出售，屋主开价10亿元，以地坪115.25平计算，换算下来等于每平地价高达867.6万，远高于目前高雄市地价天花板306万元。价格曝光之后，有不少民众纷纷喊贵，但对此房仲业者表示，屋主看好地理位置，还有绝佳的视野，开出天价相招有缘人。坐落三角窗8楼高老旧华夏，屋主整栋要卖，开价10亿，有点夸张了，好像没那么贵吧？在这边有这个行情吗？有一点夸张。行情一出，立刻引起民众热议。出售网标题就写：高雄黄金地段博二特区无敌景观事业大楼，51.8年屋龄，有8层楼，6房3厅7卫，建物784.31平，地坪115.25平，屋主开价10亿，换算下来每平地价高达867.6万元，远高于目前高雄市地价天花板306万元。哎，我只觉得11有点多，所以我就直接去买。当地属于哈马星生活圈，距离捷运西子湾站只要68公尺。民众觉得价格惊人，但询问房仲说价格没标错。地点非常好，在一个三角窗的位置，那距离捷运站步行3分钟。因为我们这个地点能够看到山，也看到海，哦，算是比爱河的地点更好，所以他看好这边未来一坪的单价可能会破100万。它基本上可以多用途，它可以做商业跟住家的一个复合式的一个。屋主看好自身房子有绝佳视野，全栋出售能规划做诊所或者景观餐厅，开出超高价，盼找到有缘人成交。记者汪一嘉、庄晴元高雄采访报道。美国职篮 NBA 球星，身高208公分、25岁的丹佛金块队前锋小伯特受邀来台，预计停留4天3夜，9月9号会到台中洲际棒球场担任开球嘉宾。而班机在清晨抵台，上百名粉丝高举各式的看板，热情接机。小波特也说，想趁这个机会逛逛台湾，吃美食。兴奋尖叫，拿起手机狂拍，球迷们一个比一个还激动，拿着各式各样的收藏本抢着要签名，还有粉丝特制人形手牌热烈欢迎。这么大阵仗是因为 NBA 当红明星球员小波特来台湾啦。4点半就到了，他打得很帅。Just go see some different people and see what Taiwan's about。天还没亮，上百名粉丝就到桃园机场热情接机，小波特也展现超高亲和力，签名合照样样来，场面十分热闹。小波特心情看起来也很嗨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期待待在台湾的每分每秒。I want to try the food, the beach. I heard the beach is awesome. Just interact with the fans and just see everybody and see what Taiwan has to offer. 25岁的小波特身高208公分，是 NBA 丹佛金块队前锋，篮球职涯4年，上一季平均得分17.4分，5.5个篮板，1助攻，也帮助金块队夺得首座 NBA 总冠军。小波特这一次受邀来台，预计停留4天3夜，9月9号会现身台中洲际棒球场担任开球嘉宾，也会到高中亲自指导小球员。小波特旋风来台虽然只有几日，但从抵达台湾那一刻起已经掀起狂潮。记者林柱长桃园报道。您有吃过芭乐凉面吗？嘉义新港有芭乐达人之称的果农，在生日这天特制了一种芭乐凉面，整盘的凉面看不到任何面条，但却飘散浓浓的芭乐味。原来他把芭乐变成了面，也激荡出与众不同的口感。这真的是长寿面，长长的面条搭配大把爽口的小黄瓜跟红萝卜丝，一碗凉面清凉消火。但别以为这是普通的面，它可是芭乐凉面。仔细看，凉面没有面，而是用整颗芭乐刨丝而成。细长的芭乐条用的是自产的珍珠红钻芭乐，挖空取籽刨丝后，再搭配当季新鲜的柳丁切片跟牛番茄，甘甜滋味让吃过的人都念念不忘。诶，我妈妈就是去北芭乐，因为发生意外身亡，刚好都生日到啊，爱说怀念妈妈，怀念妈妈，我家也做这个芭乐面。研发出这碗芭乐凉面的也大有来头，他是嘉义新港有芭乐达人之称的果农刘秀宽，为了纪念母难日，特制出这碗芭乐凉面。你做每一项代志去用心去研发中，你就发跟别人的特色不一样。把对母亲的思念化成一条条的芭乐面，几十年来，刘秀宽用心种植好芭乐，让农会颁发芭乐达人的匾额给他，张扬职人精神外，也盼更多人品尝嘉义在地的好滋味。记者蔡淳吴嘉义报道。
台中富状元猪脚店连续四年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介餐厅，但是遭到网友发文抱怨，说店家张贴公告，外带收5元，内用要收10元小费，认为是强迫给小费。而泡文一出之后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，有人说这等于是变相涨价，但是有网友认为店家有提前告知，觉得贵也可以选择不吃。一整锅的猪脚卤到外皮晶莹剔透，吃一口肥而不腻，口感 Q 弹，就是这一味让店家连续四年获得必比登推介的殊荣，但现在却因为小费问题引发争议。就是这张公告，即日起外带收5元，内用收10元的小费，让民众根本觉得是明目张胆跟顾客索取小费，要涨价就直接涨，都比较能接受，不需要强迫要小费。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啊，已经标明，那不，我觉得不 OK， 我就不会买了。不想吃就给啊。不想吃就不要给啊！民众看法两极，有的人认为这样等于变相涨价，但又有人认为店家已经有告知了，客人可以选择不吃。有的时候哈，就是一点小鼓励，我们就会更加努力啊。服务久了他会疲乏，那就很时常就让顾客只说我们的服务态度很差，脸很臭，要鼓励全体的员工啊，好让他们有更积极的一个动力。业者表示，因为店内服务量大，要求给小费，主要是希望给同仁们鼓励，能有更好的服务品质。如果没有给小费，也不会强制。而台湾餐厅大多都只收服务费，没有给小费的习惯，给小费学问大。没有想到意外引爆讨论话题。记者陈世杰台中报道。